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镜的赤阳神光是一款很不错的传说级皮肤啊。那么你知道这款皮肤正确的玩法吗？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妹子投稿的操作。那么妹子是如何做到这种优美的画面呢？下面伟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我们在训练营的中路换几个木偶庄周，然后让镜到泉水中横着换大招，至于方向哪边都可以的，就是要横着。然后换完大招之后，再让镜面对泉水的墙壁不停地释放一技能。这时候我们要看小地图，当镜的分身碰到木偶的时候就可以马上点大招，这样镜就会和大招的被动效果一起挥降了，画面看起来是不是就很优美呢？